们兄弟姐妹们啊，这是上午赶海抓到的收获啊，嘿嘿，啊大的咱都留下了啊，就放下了这些小的啊，赶海就是这样，该抓抓，该放也得放啊，啊有多少点说啊，正能量的段子啊，啊见一个我赞一个，反手就是一个双击啊，嘿嘿，啊喜欢大海的，喜欢渔民生活的，加上关注，看我赶海直播，马上直播喽，感谢。来吧，兄弟姐妹们看一下啊，吃鱿鱼时首先把它牙齿清掉啊，不然隔叫大白牙，嘿嘿，再把它皮剥掉啊，这样吃起来比较干净利索啊。味道嘎嘎香，喜欢老铁留下双击，加上一个关注，不给双击加关注也可以看我直播。来吧，兄弟姐妹们，现在我手上拿着这种鱼啊，它叫玻璃猫。这种鱼它性格温顺，喜欢和同类相聚，害怕孤独。如果让它自己独处的话，会因为寂寞而死亡。进来的朋友，如果你手机还20%以上电量，请给老妹留下一个双击，关注我看我直播喽。这到底是朵大菊花还是个大馒头呢？我靠，这个。到底是个什么？哎呦，其实是个海葵，海菊花一朵。看我的手速啊！朋友们，我们以前用醋灌过鳗鱼，用手掏过鳗鱼，今天我们用沙滩管来钓这个鳗鱼试试，看看能不能出来。如果出来的话，给我点个红心。我去，出来了！嘿嘿，我估计要有没有人给，那么你给我加个关注吧，加关注，一会咱们直播赶海了。这个鳗鱼是非常好吃的，餐桌上的美味哦。